各位乘客，欢迎您乘坐西部公汽395路公交车。本车由福田高铁站开往界为尊总站。下一站是广电大厦一号站台，请做好下车准备。Hello, every passenger, welcome to train number 3955. The next stop is 广电 Building Platform 1.区报社二号站台到了，请带齐您的行李物品从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Station Green, New Street for Platform 2.预计下一站还有3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
山南乡路立交一号站台，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山南乡路立川 Less than the乡运立交一号站台到了，请带齐您的行李物品从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山南乡运列车 Platform One。长者移民卡。预计下一站还有五分钟。车辆起步，请座位扶好，前方到站。深圳人才园，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深圳 Talent Park。公安机关提醒您，妨碍司机驾驶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阳西边海村发扬边海红旗精神，讲好红色故事，连线连片，打造精品乡村旅游路线，推动乡村振兴。随着市大中山和身边的人民公园、大东古村、石头和人工的城、故宫公园、水中古街等绿色精彩乡村旅游点，实现了市民的深圳人才园到了，请带齐您的行李物品从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深圳 Talent Park。预计下一站还有三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锦绣中华二号站台，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Landing China Platform。我这没电，不怎么电，没信号，我重新。锦绣中华二号站台到了，请带齐您的行李物品从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Blended China Platform 2。一站还有4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世界之窗二号站台，请做好下车准备。 The next stop is Window after the fourth stop。
心，在他父亲死后饱受生活的折磨。从他10岁起，这个克雷诺夫就开始了他的童工生涯。那么他其实做了好多好多的这种职位，包括从小公务员到小单工，然后又到小职员。那么这些生活的磨砺都是克雷诺夫对这个社会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那另外这个虽然他克雷诺夫也非常的勤奋，同时他的儿子很辛苦的去学习，他甚至找到了很好的西安人，还学习了数学绘画，还学习了韩语。继续下一站还有6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报出一号站台，请做好下车准备。本来早点报出一号站台。公安机关提醒您，妨碍司机驾驶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站台。到了，请带齐您的行李物品从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大冲一号站台。预计下一站还有两分钟。车辆起步，请座位扶好。前方到站，申报人员。请做好上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North Gate. Please stand by. You will get from here.We are arriving at North Gate. Please stand by. Please let us stand by.预计下一站还有分钟。车辆起步，请座位扶好。前方到站，南口二号站台，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please.南口 Black Down Street。 公安机关提醒您，妨碍司机驾驶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站台到了，请带齐您的行李物品从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南头 platform 2。预计下一站还有3分钟。扫码成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深南北环立交，1号站台，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深南北环 ，Eastern Express。预计下一站还有4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庆元公园，请做好下车准备。 The next stop is 庆元。Thank you.
洋酒进口的红酒，您算算，这是四箱洋酒和红酒，才798，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记好预订专线：庆元公园到了。请在其您的行李物品从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庆元 Park。预计下一站还有2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保安法院。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保安 court。We are arriving at 保安 court。预计下一站还有1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三区金融街，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三区 financial。三区金融街到了，请带齐您的行李物品从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三区 Financial Street。预计下一站还有2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建行保安支行，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建行保安。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建行保安支行，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建行保安。特别是他在红军时期获得可终身免除死刑的二等红星奖章和红旗奖章，使他人难以想到，是对他的最高奖赏和最高评价，也是对我军功勋的最高肯定。今天的节目为您讲述王耀南，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工兵史。
生胜利图，从古至今赫赫有名。因为这个村庄的不足百十户人家世世代代以生产鞭炮为生。1911年，王耀南在森林镇We are arriving at 建行保安支行。预计下一站还有2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甲岸村，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甲岸。是湘赣边秋收起义的主要爆发地之一，也是中共湖南省委指挥暴动的军事中心。王耀南到了安源之后，开始跟随他的父亲学习钢铁。小小的年纪担负着超乎寻常的劳动任务。1921年秋，中共成立不久，湖南支书王国忠把发展工业运动作为工作重点，到安源煤矿去考察。他在井下与工人们吐气谈心。王耀南第一次见穿衣服的教书先生到井下去，非常稀罕，于是坐在毛泽东的旁边聆听教诲。毛泽东在井下给工人们传播革命道理，深入浅出的道理在王耀南幼小的心里点燃了革命的火种。1922年，已经开创了第一所国家工人补习学校，在教学当中把科学文化与工人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后来又秘密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王耀南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1922年，和朱平等工人举行盛大的集会和游行，并纪念国际劳动节。王耀南带领大小伙伴在酷暑之下与拉面茶和鞭炮，跳上一些劳动工具设施来响应。村到了，请带齐您的行李物品从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甲岸村。站还有1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西安湖，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西安 Lake。公安机关提醒您，妨碍司机驾驶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西安湖到了，请带齐您的行李物品从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西安 Lake。预计下一站还有2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保安事务局，请做好下车准备。 The next stop is 保安 station。
税务局到了，请带齐您的行李物品从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保安 Immigration Bureau。欢迎下，到了，请带齐您的行李物品从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Park Road West Lane。毕竟下一站还有。3分钟，车辆起步，请座位扶好。前方到站，泰国广场，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泰国。将军的通令嘉奖，最
温蒂会议之后，还要完善同学初次解的时候，经过两个月的时间，指挥官当年克服重重困难，驾驶了十多架火箭大火天门洞上空去，在南门全天女讲的，并且为大家登场为爱人下了剑。红军升到学长以后，依然继续围着自己同温飞船的营长何去何从，一时间没了报道。和村里的部长们咋面对总参谋长刘伯承说，部队当前的首要问题是过河，怕敌渡的桥是否还在，你亲自找工兵专家王耀南去看看。王耀南接到命令之后，立刻赶到太平渡和二龙滩的护桥守桥，搭上了红军顺利渡过的赤水河。战后，总参谋长刘伯承对毛泽东说，只要王耀南有烟抽，红军没有过不去的坡，只要王耀南有酒喝，红军没有过不去的坡。安全山这草地也有着王耀南的安全感，没啊，在山上修下坡路，为全军排班，几百里的行动呀，留下了许多关键的一句。这放的西凉兵专专门是吧？来，写下安全的红山山，西凉山山后，人家好干些，不敢当官当做。俺家就开始弄活，赚点钱，打工打工，开钱好开钱。那其实你听到别人的这样子，那就得找个南方的地方，正当的也不言而喻，不愧于同志们送他的五个王的称号。快说了，你也讲的，那没死的，只有女王是第一号。最近在一站还有一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德贵学校，请坐好自制装备，我们小组准备够了。老马成功。其他过年太近了。嗯嗯嗯。八月份八万，我们好好的。大家都热闹啊！好好的。对啊。德贵学校到了。后门下车 We are arriving at 文贵阁楼。毕竟在一站还有两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田径天虹商场，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前进 Rainbow Depth。 但是左权认为王耀南没有，于是他要求王耀南试着做几次站立，提出具体的方案，然后再广泛推广。那先把新训部队和壮士开始集结训练，得到了刘伯承的大力支持。他总是亲力亲为，教他们打火炮和一线装置，交给他们埋设地雷的地点时间，如何防止地雷误伤群众和牲畜。一到落到那个墓园，他记者就问了，对不对？叶如真向朱德请教王耀南打定杀机对打地雷战。王耀南向你写了，看完之后立刻投入战斗。先给司令员和领导说明了日军的方式，并且开雷器。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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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各部队和游击队的联军马上就能发现确实在运动室前进天虹商场到了，请在其余的行李区及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前进 Rainbow Dash Store。附近再一站还有2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德塘旧村，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德塘旧村。公安机关提醒您，妨碍司机驾驶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刘塘旧村到了，请带行李的行李物品从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刘塘旧村。预计下一站还有1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刘塘市场，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刘塘。从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刘塘 Market。预计下一站还有1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刘塘小学，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刘塘 Primary。2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宝润装饰城，请做好下车准备。 The next stop is 宝润 Decoration City。
宝润装饰城到了，请带齐您的新物品从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宝润联合精神 City。下一站还有3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丽景城，请做好下车准备。 The next stop is 丽景。后门下车。 We are arriving at 丽景城。预计下一站还有2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保安客运中心，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保安 passenger transport station。
客运中心到了，请带齐您的行李物品从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宝安 Passenger Transport Center。一站还有两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的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的站。西山城管办，请做好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西山城管办。We are arriving at 西山城管办。预计下一站还有三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宝安船中医院，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宝安 Air Con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公安机关提醒您。妨碍飞机驾驶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宝安船中医院，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宝安 Air Con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公安机关提醒您，妨碍飞机驾驶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预计下一站还有两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西山交管处一号站台，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即将交管所 Restaurant Rock。
您的行李物品，您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西乡交管所 Platform 1。预计下一站还有2分钟。到了，到了。车站起步，请座位扶好。前方到站，宝安桃园区，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宝安桃园。是不是三楼？我在什么？啊？三楼多少的车停？停不停？啊？要找寻。这是小程序。小程序。是小程序，不是扫二维码。扫的。不是。在哪的？是小程序里。啊？我说你坐在这里，让这个帅哥帮帮你，告诉你怎么用。好了，那我想上了。在这之前，好卡啊！宝安桃园区到了，请带齐您的行李物品从后门下车。We are。预计下一站还有2分钟。车辆起步，请座位扶好。前方到站，贺州桥底，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贺州 Bridge Garden。公安机关提醒您，妨碍司机驾驶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车马就可以了。这是你是车一男车的啊？没有行政网来的。啊。点这个搜索啊。哎呀。我这个是三米哈，你可窄一点哈。然后搜乘车马，这个使用过的小。行政码啊，好，城市码，这个就这个啊，然后分地铁和公交，我们看好选哪个啊。地铁公交都是这样的啊。贺州桥底啊，下马了啊，请带齐您的行李物品从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贺真不是单纯。寂静下一站还有2分钟。车辆请问，请座位扶好，前方到站黄庄工业厂，请做好进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恒丰 Industrial Town。We are arriving at 恒丰 Industrial Town。预计下一站还有2分钟。车辆起步，请座位扶好，前方到站西乡富源工业城。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西乡富源 Industrial Town。公安机关提醒您，妨碍司机驾驶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恒丰富源 Industrial Town。预计下一站还有2分钟。车辆起步，请座位扶好，前方到站富源教育城，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富源 Educational Town。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富源 Educational Town。
下一站还有2分钟。车辆起步，请座位扶好，前方到站九维村，请做好下车准备。The next stop is 九维。村到了，请带齐您的行李物品从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九维村。站还有1分钟，车辆起步，请坐稳扶好，前方到站九维社区，请做好下车准备。 The next stop is 九维 community。 公安机关提醒您，妨碍司机驾驶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九维社区到了，请带齐您的行李物品从后门下车。We are arriving at 九维。